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很够力的啊，又是够够力的一套 Action 沙发。这套沙发还有一个很够力的，还有我们大家好，我是我人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很够力的啊，又是够够力的一套 Action 沙发。来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这一套 L shape sofa， 它的特点是它的座位非常的深，然后它的布料是用那种绒布，豪华的绒布来做的，所以你坐下去那一瞬间，哇，太舒服了 ，nice。然后它的座位是非常深的，还有这个靠背可以。了解它的座位深度，所以要产生坐性的弹性。再加上它这个座位是有弹簧的，所以坐起来的话，那个坐感是蛮舒适的，而且它不会太软。你注意看啊，我70公斤坐下去 ，Oh my god！ 它不会想坐下去就整个沉下去，看到吗？来，镜头看这里。是因为它是跑弹簧 Zack Spring， 然后再加上高密度板棉，所以基本上它坐上去的时候哦，它不会说太硬，坐起来也蛮舒服的。再加上因为还有配送多一个这个，看到吗？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一个是里面有1000只小鸟的千鸟格。这个枕头很够力，看多了，里面感觉头晕晕的，晕了就对了，晕了就可以买这套沙发。对，这一套沙发最大的特点就是座位很深。来，看一下这里，它的座位当你拿掉这个 waist below 的时候，它从这里到那里的话，它的总深度会有3.5米。所以非常的深，当你坐在上面的时候，来，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。哎呀，我坐在上面的时候，应该不可能是我脚短，所以你看，然后呢，它其实还有很多布料颜色可以选，你看，这边它的颜色都非常的鲜艳，而且它的布质也滑滑的。其实它也不算是绒布，因为绒布的话你摸上去还会看到很多手印，可是这个你看基本上它有印，可是它不会太深，所以它不会看到你的沙发的布料看到好像很肮脏啊，然后还是很手印这样。 OK， 你们可以注意看到哦，这种小细节设计这套沙发的呢非常用心，它这边哦，它还有做一个斜角，一个45度斜角，所以整体我们看上去的时候，这套沙发虽然讲它总长有2.4米那么大，可是我们也不会看到它的整体感觉不会太包庇，不会看到太好像太肥太大头这样，也比较斯文一点，而且你注意看它的贴脚也是打斜的，你注意看，而且它是以这种两片铁烧焊之后做出来的这个铁脚，所以看起来也比较的摩登，比较摩登，铁脚也相对比较耐用啊。然后它下面这个空间基本上它的这个高度呢，如果是说我们要容易打理的话呢，这个高度是很好。可以注意到我们坐这的时候，我们的脚跟我们的膝盖这边屈膝，它是刚刚好一个主持力，所以在人体工学上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在坐这的时候，而且我们腰部还有这个长的这个枕头可以靠着我们的腰，我们坐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放松的，非常舒适的。还有我发现这套沙发唯一我觉得大的一个特点，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在这套沙发上面的时候，
你可以也完全的觉得自己突然间变得非常的明显。因为这个伤疤还非常的长，非常的厚，所以在上面哇，还可以转转身，还是可以活动的。所以如果是说下午午休啊，在家想睡个午觉的时候，就靠沙发椅，完完全全的可以发挥到它的一个作用。OK， 这套沙发还有一个很够力的隐藏功能。OK， 现在就要来告诉你们这个挺大的秘密，我不讲你也能懂。一米五，开不开心？OK， 这套沙发总长2.4米，1、2、3。三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沙发可以坐6个人的情境。来，你没发现到这套沙发的设计？我觉得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有时候家里有来客人的时候啊设计。基本上它不是因为这个啦，它是为省钱，真的是这样啦。你们认为呢？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又到了时间说拜拜。想要了解这一套沙发，还是你看到我介绍的这套沙发，你觉得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展示厅看我们的沙发。拜拜。关注我们，按红粉选，给你一个时尚又温暖的家。